天外来客，超古文明，宇宙石陨落，我试图你一一探索天际之外。好，翻嚟西就话天启之患啊！你好啊，博士。系大家好啊。嗱，博士啊，呢个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关于陨石而造成嘅陨石坑、啊。冇错啦，咁其实咧我哋喺即系我哋地球咧，咁其实咧大大细细有好多个陨石坑嘅。系。吓、啊，咁大家知陨石坑系咩嘢啦？就因为喺好多年前咧，咁嗰啲陨石咧比较大粒啲嘅。然后嘣咁撞落嚟。咁、啊、撞落嚟咧，跟住咧就好似我哋打小碌架咁一嘢打落去咧，一嘢入洞。吓、啊，一嘢入洞。啊咁但系咧，佢有条咁嘅坑纹咧，就变成一个咁嘅一个坑，一个大坑啦。吓咁咧，原来根据记载咧，咁原来地球咧即系大大细细咧，起码有即系睇到嘅，肉眼睇到系咁啊，起码都超过几千个。嗯，但系呢个都系一个好耐之前留落嚟嘅嘢啊嘛。冇错，系基本上有文明，即系我哋啊有文明嗰时候都已经唔再有呢样嘢，即系唔再有产生呢样嘢噶啦。就算。即系根据即系历史记载咧，咁其实都有嘅，咁但系比较细啲咯，吓、啊、近代史都有嘅，咁但系比较细小，即系小型啊，同埋冇咁犀利咯。系啊，咁以前嗰啲啊，唔知点解系特别劲啲。我怀疑都系一啲咩，即系例如你当系冰河时期，系因为陨石砸地球而造成嘅，咁可能嗰啲就啲陨石咪撞地球一下，咪产生坑洞咯。系啦、啊，咁同埋呢个即系话其中有一个陨石坑咧就。据称咧，就系因系就系造成呢个恐龙灭绝嘅一个成因。哦，咁啊，即系冰河时期之前一嚿陨石搞掂晒佢，一嚿陨石搞掂晒佢。系啊，咁啊，但系咧，即系话我首先举例，即系举出就系话肉眼见到嘅就有几千个啦。咁但系有啲见唔到，譬如话喺其实我哋嘅地球咧都。移咗位啦，系咁好，佢好多咧。其实陆地咧就变咗海啦，系啊，海就可能变咗陆地啦，系咁。但系有啲地方头先讲嘅，如果陆地变咗海嗰啲咧，喺个海底嗰啲，喺海底就见唔到啦，吓、咁所以咧就所以话肉眼见到都有几千个。咁都好深喎、啊，如果变咗海底，而个陨石坑系即系穿落去好深嘅话，咁好深嗰、那个。咁啊，唔係因為嗰我哋個地殼變動，地殼變動咁有啲地殼咧就可能沉咗落去海底啦，咁啊可能睇唔到啦。但係而家突出嚟嘅，即係見到嘅，咁都有幾千個喎。咁啊比較有即係話即係大嘅比較大啲嘅咧，咁又可以舉例嗰幾個嘅。咁第一個就係話原來喺墨西哥嘅即係尤卡坦半島嗰度嚇，咁、有個叫做希克苏鲁伯，希克苏鲁伯嘅陨石坑，咁呢个陨石坑咧，咁哇咁佢个直径咧，原来咧都达到180公里，哇 ，OK， 好大喎、啊。咁据说咧推测嚟，即系据专家嚟讲咧，就推测咧就系6500万年前，系吓，咁、有系咪就系灭绝恐龙噶？唔係，我講第二個先嚇，第二個先嚟。O、okay. K， 所以呢個咧就唔係嘅，咁呢個比較大啲嘅嚇。咁佢個專家即係嗰個推測咧，咁佢嗰個撞擊力咧係相等100兆噸係嘅黃色炸藥嘅能量。Okay. 啊、我諗住咧，而家咧成日都話咩黃色炸藥嘅能量啊嘛。咁係咪如果再勁啲咧，佢就話有幾多個核彈嘅爆炸能力咧？哦，咁嗰時核彈咧就嗰時即係嗰時未有一個咁嘅正式嘅統計嘅，因為核彈咧大家知啦嚇、啊，都呢即係100年到啦嘅發明嚟噶嘛嚇，咁啊嗰時嘅黃色炸彈咧就比較普遍啊嘛，所以通常都係用嗰啲就做測量做一個咁嘅、即係平核嘅系吓，咁咧佢据称咧就话呢个100兆嘅吨嘅黄色炸药咧就可以引起一个破坏性海啸、系地震或者火山爆发嘅，系吓咁咧就系、是、即系话呢个爆即系喺墨西哥嗰个原爆点咧就喺墨西哥嗰度嘅，咁啊据说咧就话呢个成个墨西哥嘅海底啊或者咩咧、都俾佢即系话震动到咧系啲嘢即系成个山即系俾佢撞晒出嚟嘅，咁呢个好危险啊，因为咧墨西哥咧同呢个 LA 连接噶嘛。
係啊，係咪？咁而 L A 咧係成日，因為佢都係啊一個嘅火山帶，即係佢個喺個斷層中間，你咁講。係係附近啊。咁如果你突然間有嚿咁嘅嘢喺墨西哥，可能好大機會影響美國嘅喎。咁喺嗰時美國都未熟未有，因為嗰時6500萬年前咧，美國都未有。咁啊，咁根據一位物理學嘅即係專家叫 Lewis 呢位專家講咧，佢話呢個係一個天體嘅撞擊，但係佢唔知即係係一個粒隕石啊，即係定一個小行星。點解咧？嚇，因為佢即係話推測，即係我冇咩嘅，即係實質嘅，即係可以揾到啲咁嘅 sample 咧，證實係佢係一個隕石啊，定係一個小行星。係咁、大家知啦，即係隕石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一個咁嘅天體啊嚇。咁小行星咧，就佢係一個咁嘅，即係一個。即係轉動嘅一個咁嘅行星帶嚟嘅，嚇咁啊！佢而家就話唔知係小行星啊，定係隕石嚇，撞咗啦，都撞咗啦嚇，撞咗，但係揾唔到即係一啲咁嘅遺留落嚟嘅天體嘅一啲咁嘅證物啦，嚇咁專家嚟講咧就話當時一定係引起一啲咁嘅好大規模嘅海嘯啦嚇，咁好高熱量嘅即係話即係灰塵嘅，咁令到嗰個地球咧真係好似變咗一個咁嘅灰蒙一片，灰蒙一片好似一個咁嘅蘑菇雲啊，嚇，即係好似真係核彈嘅射落去嘅一個蘑菇雲啊，嚇，咁所以就話呢個真係一個好犀利、好犀利嘅即係撞擊嚟嘅，咁呢個咁嘅遺留落嚟嘅一個咁嘅原子咧，咁大家睇到就話一個好大嘅一個隕石坑。睇到就係即係頭先講咗180公里個直徑，但佢冇話深幾多噶？深就係佢冇實質嘅，即係一個資料喺度。咁啊轉即係有人轉探咗呢個入邊咧，就話呢個咁嘅即係隕石坑咧，咁有機會咧就話係如果嗰時即係話係有生物力嘅咧，都應該係滅絕噶啦。係嚇，咁即係6500萬年前，因為大家都知道，未有咁多嘅科學冇咁出名，冇出名啦嚇，就唔知係發生過咩事啦。咁但係即係真係一個好大嘅即係一個撞擊嚟嘅。係嚇，咁咧第二個咧就頭先講到啦，即係話呢個隕石坑其實滅絕恐龍嗰個啊，滅絕恐龍嗰個啦嚇，咁就係喺呢個南非嘅。南非係啦，咁叫費里德堡。係。隕石坑，咁呢個咧，咁佢有外圈，有內圈，咁內圈咧，咁有大概160千米，哇，嚇，咁外圈咧有300千米，嚇，咁足足咧，佢係比新加坡仲大，咁啊。咁如果你即係來回跑一下都幾耐啊？係啦，咁啊真係來回跑。據說咧，而家呢個南非就有啲即係啲人住咗喺度啊。咁呢度住咗喺度嘅人咧，大概有55萬人。哦，淨係住喺嗰個入邊啫。即係分布啦，即係佢唔係話好似香港咁集中住喺度嘅嚇。咁啊，據說咧就係即係有，即係你知啦，南非都唔係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咁住噶嘛。係，冇錯。咁又大概呢度即係。即係55萬嘅居民咧，有4個城鎮啦，嚇咁又即係呢個4個城鎮咧，都係比較貧窮嘅。係，但係咩咧？原來咧佢隱藏係豐富嘅黃金，同埋呢個都係被挖到啦。係啊，同埋鑽石。係。哇！咁啊，呢個原來住喺嗰度都唔知自己原來住喺個黃金地。咁咪發咗咯。冇啊，因为南非政府唔俾佢，即系呢度所有嘢都系我嘅。系啦，唔俾佢掘啦，断我。点解咧？佢话呢度咧，如果一掘出嚟咧，啲钻石咧可能多到咧会影响钻石嘅价格。唔系嘛？吓咁啊，令到供求咧即刻变咗，即系嗰个即系供应多咗啦嘛。系吓咁啊，变咗嗰个钻石价格咧就会跌啦。吓咁啊，所以就即系等于你越踩得多啊，越会跌啦。系啦，所以就唔俾开发。咁咩咯？开翻嚟收埋喺袋咯，收埋喺袋啦，唔好冇啦。然后总之市场贵，再贵啲嘅第一嚿出嚟，再贵啲嘅第一嚿出嚟咯。哦，咁样，咁都应该嘅吓。咁但系呢个就南非政府就唔俾开啦吓。咁啊，变咗一个旅游嘅景点吓。咁咧，同埋呢度咧都做唔到啲农作，即系农耕嘅咩？即系嗰个点解啊？太差土地。因为唔系佢，因为佢
即係嗰個隕石咧有啲咁嘅物質喺度啊，有輻射嚇，咁啊令到嗰啲農作物咧就唔係咁即係生長得咁好喎，種菇咯，種菇係吸輻射噶嘛，啊咁啊係啊，咁啊可能會哇叫做隕石菇。啊、可能有啲咁嘅即係呢個新嘅噱頭啊！咁佢估計咧就話呢個隕石坑咧有二億幾年啦。咁咧佢係一個古代即係話一個咁嘅隕石坑嚟嘅。咁佢係地球上咧三大古老嘅即係話坑洞之一啊。坑洞之一嚇。咁啊個地質咧係即係話本身嘅地質咧頭先講咗啦，就俾啲隕石啊同埋外來石塊咧就侵蝕咗啦。係。咁所以嗰度咧就不適宜耕種。嗯。但係所以 that's why 啲人住喺度咧比較奇觀嘅。就住喺度咧就即係個耕種唔係咁豐收，所以都係比較貧窮啲。打猎为主啦，嗰啲咪可能咧做其他牧羊啊，或者种种猪啊，即系嗰啲养猪啊嗰啲咯吓。咁、好啦，咁啊之后而家跟住咧就讲到即系话喺澳大利亚啦，就有另外一个咁嘅叫哥斯峭壁。哥斯峭壁系啦，咁喺1873年咧，俾探险家发现嘅。系咁，佢话咧呢度咧系有1.42亿年前嘅，即系一个陨石坑嚟嘅。咁犀利啊！系啦，咁咧就佢据专家估计咧，即系话佢个嗰个陨石咧，就大概有2.2万兆吨嘅黄色炸药。吓，咁啊造成一个直径咧24公里嘅一个大嘅侵蚀嘅一个结构。吓、咁呢度咧，咁即系话即系据说呢度咧就一个。即係當地啊，澳大利亞話一個神明之地嚇，係啦，因為點解咧？嗰度呢度即係長年咧都會有啲即係樹，即係住得種得唔係咁好啦，黑黑漆漆咁啦嚇，咁咧就亦都係變成即係嗰度咧亦都變成一個湖啊，變成個湖咧，咁啊嗰度咧就話呢度啲人咧就相信就話人死咗咧就通過呢個湖咧。就走去一个极乐世界，但系唔系个个啲尸体掉落个湖度噶，唔系，佢即系好似行河咁添，系啦，唔系行，但系唔系行，即系我都比较科学少少，澳大利亚即系澳洲嗰边，系咯，咁佢相信咧，啲人咧就会通过，即系佢会喺度，即系好似等于我哋涅槃。唔係，即係我哋俾人死咗啦，咁我哋就會送去嗰度咧，就認為咧就喺嗰度，你喺嗰度走啦，係啊，嗰度走你就會去極樂世界噶啦。咁啊，嗰度當然嗰啲屍體就唔會種嗰度嘅，因為火化咗啦嘛，嚇嗰度會火化嘅，係咁啊，所以呢度咧被認為一個神明之地咧，就係、是、死者嘅靈魂咧就會喺呼過呢個咁嘅地方咧，就去一個極樂世界啦。OK， 咁講開呢啲咁嘅，即係話陨石坑变成一个湖咧，咁有一个地方咧就真系要提一提啦。咁就系印度西部嘅马哈拉斯达呢个地方。系咁有一个叫做内纳尔湖。內納爾湖，咁啊係一個好靚嘅，即係一個圓氹氹嘅月，我哋講到係月亮之湖啊，係即係反射天嘅，係啦，咁啊變成即係話佢哋嗰度咧係一個隕石坑啦，跟住咧就但喺水唔知邊度嚟嘅，天上來咯，跌落雨咧，佢又唔係經常落雨啊嚇，啊就係、是、呢、這個奇怪，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啊嘛，係啦就。冇錯，咁就好奇怪。你落雨之後啊，好嘅，但係你可以積到咁多又係咯，積到咁多嘅水嘅嚇。咁呢個直徑咧，大概有1200米啦嚇。咁啊被即係話譽為咧係一個岩石，即係隕石撞擊嘅一個坑而形成嘅湖嚟嘅。咁啊大概咧就有56000年嘅啦。但係呢個咁高嘅湖啦嚇，咁、應該係俾當地人嚟採用嘅喎。採用啊，即係意思是水啊，或者捉嘢啊，都會即係當地嘅人、啊。咁呢度冇詳細話，呢度啊，即係一個咁嘅即係用嚟養魚啊，或者冇講啦。咁但係呢度咧好奇怪，係點奇怪咧？就話原先咧呢個湖咧係翠綠色嘅，係，但係咧佢會忽然咧會變成紅，即係粉紅色嘅嚇嚇。咁、但係嗰啲係真係好粉嗰啲定咩啊？好粉紅啊！吓、啊，好似啲咁嘅，即系话好 sharp 嘅，粉红色嘅。哇，吓咁呢度好啦，咁啊，佢唔变，佢唔变又自可。一变就即刻有啲咁嘅不
唔係咁吉利嘅事情咧就發生啦。咁、原來咧喺二千年前咧，咁佢咧就變成紅色啦，突然嚇，咁咧、就即刻咧就當地咧就發生尼克特制7.9級嘅地震。哦 ，OK。咁啊，死傷人數咧大概超過幾千人嚇。咁啊好啦，咁啊啲專家就。即系即刻，啲印度嘅地质专家啊，同埋啲咁嘅探险专家，即刻去解，即系解答咗，即系解开呢个谜团，点解会变红嘅？吓、咁原来发现咧就话佢个湖咧，啲酸碱性咧就碱性就上升咗，系吓啲佢话咧啲水位咧低咗，咁、佢入边嘅盐分咧就高咗，哦，咁啊所以令到。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嘅科学嘅即系演说啦。咁入边嘅一啲红草咧，咁啊亦都多咗，系咁啊，所以咧就会变成一啲咁嘅鲜红色嘅，即系一个咁嘅湖咁出现。我仲以为系嗰啲，即系我哋之前嗰集咧讲咩黄河清啊出呢个真系啦系啦，即系呢个无独有偶咧，会唔会又系一个黄河清咁啊出咗啲咁嘅问题出嚟啦？出真龙啦吓，咁啊但系咧最近咧又变红了。有边红啊？有边红、哦？即系就等于黄河清咯。啊、即系自从系即系过完年，即系过我哋中国人过二月之后咧，咁呢个湖咧又变成红色。系咁、所以咧，即系会唔会即系话又会发生地震啊，或者不祥嘅一啲问题咧？因为好多人话咩，除呢啲啊，咩有地震云啊，有啲乜乜乜啦，即系成日都知呢啲叫咩天灾先兆啊。系啦，天灾先兆咧，会唔会咧？咁但系即系。中都中咗啦，因为嗰个新冠肺炎咧出咗嚟，冇错吓，咁啊会唔会真系有其他嘅嘢出嚟咧？有冇其他叫天灾啊？系啦，咁啊，原来呢个世呢、這个地球咧，总共咧大小小咧有三个咁嘅即系比较代表性嘅，即系一个陨石湖咧，就有三个喎。头先讲到印度啦吓，咁原来喺澳洲嘅南部小岛上边咧，亦都有个喎， okay？ 又系一样会变红色嘅。嗯吓、咁咧佢系叫做希利尔湖，咁啊大堡礁算唔算？吓、可能系大堡礁啊！咁佢话咧，又系专家一啲咁啊，咦咁得意嘅变湖变咩嘅？同样地都系发现到就话啲湖水嘅盐度上升啦吓、湖中嘅一啲咁嘅草类嘅啲大量繁殖啦吓，咁啊嗰啲胡萝卜素嘅即系嗰啲嘅物质咧就会多咗啦，咁啊所以形成一个咁嘅粉红色嘅状态啦吓，咁咧呢度咧佢据说咧就话呢、這个湖咧又都系即系有啲咁嘅不祥嘅预兆嚟，一系变红咧，就有啲咁嘅问题发生。系血光来临。系啦，咁啊，澳洲好彩都冇乜地震啦、哦，但系有海啸。我以为澳洲好彩唔信呢啲嘢，好彩佢即系佢唔系话即系个地震带嗰度啊，咁但系佢有海啸。咁呢个好过，我觉得好过地震嘅。好地震，我觉得即系海啸你爬山啦，系嘛、啊？地震你点啊？地震冇得爬，地震冇得爬。咁啊，原来澳洲咧都有海啸，咁啊呢个据说呢个湖咧一变红色咧又有海啸发生。O K， 系啦，好啦，咁讲第三个咧，原来就系我哋中国。系喺边啊？吓，咁原来喺我哋嘅中国嘅呢、這个叫做沙漠之眼。系。咁原来喺南方啦，喺呢个蒙古嗰边嘅，系吓，咁亦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即系话喺沙漠入边嘅，系吓，咁又咁俾啲风沙侵蚀啊，系咯，就系咁，亦都有个咁好得意嘅一个湖，一个咁嘅，咁佢原来呢个湖咧含矿物质咧就好重，系吓，咁咧所以亦都即系好似头先讲嘅，有一个翠绿色嘅湖咧，咁慢慢变粉红色嘅，系吓，咁好啦，咁啊沙漠咧，咁啊冇好彩冇地震啦。有冇海啸啦？但系有风沙暴，系啊，沙尘暴，沙尘暴系啦。咁呢度咧，原来咧沙尘暴就好犀利嘅呢度。系咁啊，据说咧就话一年咧都经常就都有呢啲咁嘅嘢噶啦吓。咁咧话呢啲咁嘅，即系话呢几个湖咧都不约而同咧，真系亦都系变红，系啦，变红，有个咁嘅感应嘅吓。系咁啊，会唔会系啲咁嘅，即系上天有啲咁嘅暗示俾我听话？喂！有危险喎、走啊！粉红咯，即系好似我哋过马路咁见红灯咯，啊有问题咯，咁啊呢啲系真系大自然俾我哋嘅一个咁嘅色路咧，咁啊真系唔知啦吓。咁但系呢啲咁嘅陨石坑嘅出现咧，咁其实系我据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我哋啲陨石咧，原来真系
有一啲咁嘅特別嘅物質嘅。咁啊，原來世界上咧最大嘅陨石咧就係叫做霍巴陨石。霍巴係啦，咁咧佢大概面積咧就有60吨。六十吨啊，系啦，咁咧有6.5平方米咁长啦，吓咁咧就佢含铁量咧原来系84%，跌落嚟都唔好话唔系嘢啊，大佬，系啦，六十吨喎，大佬，系啊，话跌落嚟话唔好话，嘭一声啊，你跌落嚟一下呢个成个小镇啊，或者城市会摧毁啊，就系啦吓，咁据说咧就话呢个霍巴陨石咧就嚟咗地球咧有80000年啦。是啊，咁啊就呢度其中一个啦。咁原来咧，我哋咧中国都有旧嘅，系叫吉林，系吉林一号，又系铁陨石嚟嘅，系吓。咁亦都虽然冇霍巴陨石60吨咁犀利，咁但系都有8吨几喎。呢个都好劲噶啦。吓8吨几，咁啊喺呢个吉林咧就摆，即系有展览展出嚟，大家可以如果真系有机会可以去咧，就可以睇下啦吓。咁啊呢个陨石咧亦都真系有一定嘅，即系话嗰个冲击波啦吓，跌落嚟有一定嘅，即系话嗰个危险性嘅。咁造成咧真系会一个好似头先讲嘅一个蘑菇云。吓咁、样将一个地球咧，即系如果系摧毁啊，摧毁即系小质就是一个城市摧毁啦。咁大质就真系可能即系个陆地成个花陆地，可能澳洲成个澳洲都唔使嘅，你打沉咗落去。唔好话喺个即系你话嗰啲跌落嚟嗰啲啦，你唔好喺屋企啊，你只系喺啲 main road 啊 main city 入边啦，你即刻系咁先啊。系啊，咁啊最犀利就话佢形成嘅一个咁嘅好似原子弹嘅一个蘑菇云咧，咁呢啲蘑菇咧系有排都唔散。吓系噶，系啊，唔系话风吹散，风吹就即刻散，佢有排都唔散噶。咁啊会遮蔽阳光啦，吓、咁令到个土地变形啦，同埋最麻烦嘅最咩嘅就影响我哋嘅食物链啊。冇错。因为只要细的食物链冇咗咧，自然就会影响高嗰啲嘅。系啦，所以咧，我哋如果真系咩咧，咁形成我哋食物链冇得食咧，咁就真系短缺咧，就真系令到头先讲嘅就话恐龙绝种啦吓。咁会唔会第二次即系大嘅冲击咧，令到人类绝种？咁啊，即系谂住啊，听下算啦，大家都系听下开心下啦吓。咁啊，希望嗰个红色嘅即系粉红色嘅湖咧，就唔好真系一啲咁。唔好继续粉红啦，唔好继续粉红，快啲变翠绿啦。你换翻其他颜色得冇？系啦，快啲变翠绿啦吓。冇错。好，咁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就差唔多，我哋落第二节啦。好，拜拜。好，翻嚟第二节啦，天启神傻博士好啊，系大家好啊，阿博士啊，今日啊就即系大家都睇新闻啦，日日咧又有新增个案，兼且系唔知源头喺边嘅个案。系啊，咁我今日又话新增九单嘢喎，九个 case 喎，咁啊但系源头又唔知喺边度，咁、分别咧就有太古城啦、北角啦吓，咁呢啲地方啊，真系你话唔惊到假。即系个问题而家系叫咩无定向啊？你明唔明啊？系啊，即系茶记又中，的士又。又中，学校又中，基本上嘢嘢都中。系啊，所以而家呢个政府即刻颁布两个即系呢个措施啊，措施吓。第一个就系、是、小朋友开心啦，下个礼拜又唔使翻学啦。个问题都好似冇翻够一个月啊，大佬。系翻唔够个月啦。系咯。啊，跟住第二个措施就紧，即系嗰啲食肆又要吓、又要有咩限制令？限聚令啦。啊，前啲又变四个，而家好似变咗八个。系变八个先啦，跟住可能又变四个。即系半围咯吓。半围咯，系咯。跟住可能又变两个添，可能。哇，两个真系。不过而家戏院 OK 嘅，而家戏院都系两个嘅，全部都系两个隔开，两个隔开。系啊，咁啊，市场忧虑啊，即系呢个疫情咧，第三波嘅即系发展啊，咁啊拖累。疲弱的经济吓，咁啊，所以港股咧就升咗几日啦吓，咁啊，今日咧就跌一跌咯，啊回气啦吓，咁啊跌破咗26000啦，咁啊，其实我觉得跌破26000都冇乜所谓，因为讲真的，你而家个股市啊吓，你话佢升嘅理由其实都唔知点解。系咁啊！大家升嘅理由，大家睇到就系一定系有无形之手啦，啊 ，OK， 或者上帝之手啦 ，whatever 啦。咁啊，跌到25000几700几点，我算
OK 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二万五呢个位置都算一个即系支持位嚟噶吓。咁啊，如果即系去到二万二啊、二万一啊，咁啊真系no IC 啊。哇，咁其实嗰如果你话个跌幅咧系突然间 drop 得咁多咧，咁系一个几大嘅动荡嚟嘅。点解咧？因为你嗱咁讲啊，你跌一千点至二千点啊吓。都已經係你即係大家都已經譁然㗎啦。如果你話突然間由二萬六跌到得翻咩二萬一、二萬二，咁即係跌萬幾萬點㗎咯。係啊，咁其實你睇翻啲即係公司業績啊嗰樣嘢咧，即係我覺得睇唔到有咩驚喜咯。嗯，啊咁啊，即係啲人恐慌性拋售。係啦、啊，咁啊，大家睇到國泰已經係跌到啊歷史新低啦，係嘛？國泰算吧啦。咁 啊，好彩仲有啲筆水咁啊湧落嚟，咁啊好。即係有啲睇頭咋嚇，咁啊，但係成交都唔超過二千億，係嚇，咁所以基本上嚟講都算跌幾百點，我覺得咁啊跌咗四百幾點都算係咁噶啦，都算係咁噶啦，都算係咁噶啦。OK， 咁啊咁啊，但係全個星期嘅即係累積咧，就恆指升咗三百幾點喎，哇，都仲升啊，1.3% 喎，嚇，咁啊，所以我覺得真係算咁噶啦，唔係根本就冇，其實我覺得係冇嘢支撐。係啊，根本係冇嘢支撐，你都睇唔到有咩嘅話亮點啊，係咁睇唔到咩話啊，我即係邊只業績啊創高峰啊，點點點啊，或者有啲咩新嘅市場動向啊咁啊。亮點就係冇亮點咯，冇亮點，亮點就係冇亮點啊。咁啊，所以睇唔到咩嘅即係問題啦。咁但係疫情咧，咁啊即係有驚喜啦嚇。咁啊又有新第三波嘅即係疫情發生啦。好似頭先金比話齋，直情揾唔到源頭。嗯，咁啊，所以都几系一个即系令到成个市场啊、市面啊，咁都系一个比较惊吓嘅一个环境。系啊，然后又加上啊，美国又话制裁香港啲 A、B、C、D、E 啦吓。冇错啦，咁啊，美国又出口术啦，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即系佢又即系话我哋成立咗国安法，咁啊要搞啲嘢，咁啊制裁我哋，咁但系收翻佢个制裁咧，就见唔到实质系咩行动。哦，而家我见到嗰个行动就系制裁咗中国国家大陆嘅咩边个部边个地区嘅官员话冻结咗去美国啲资产咯。哦，呢、這个即系但系好搞笑，系某个省份添啊啲官员呀吓。系啊，咁但系好多人就话有直情有美国嘅即系啲共和党议员就直情企起身话。你要制裁香港嘅特首 Carrie Lam 嚇，咁、啊、但係 so far 我見唔到佢有咩嘅即係行動啦嚇。咁、okay. 啊，但係亦都市場咧都有啲傳言就話美國咧就試圖啊就搞我哋嘅聯繫匯率。係，咁好多人都即刻即係關心就話，咦，咁即係會俾佢搞冧㗎？嗯，會唔會點㗎？咁啊咁啊，但係即係如果大家對香港嘅即係運作聯繫匯率有啲少少認識咧，其實係我喺大家首先要知道。我哋聯繫匯率咧，係我哋單方面香港要聯繫呢個美元嘅啫，唔係美國強迫我哋，或者有咩條款地要我哋聯繫佢哋嘅美元嘅，所以係我哋一廂情願去。我哋一廂情願，你升你跌，然後我泵水去 keep 住呢個聯繫匯率個數字嘅啫。冇錯啦，聯繫即係 keep 住我哋嘅匯率。我哋嘅錢咧，係啦，冇錯 ，keep 住我哋嘅即係7.75呢個水平嘅，即係一個咁嘅 rate 嚇。咁如果有低过或者高过咧，咁啊，我哋嘅金管局就会做嘢啦。冇错。咁如果系比较港元比较弱咧，咁佢即刻梗系买港元啦吓。咁如果美元比较弱或者美元比较强咧，会唔会放啊或者点买美元啦吓？其实个 control 嘅 system 咧系喺香港度。冇错啦。咁所以佢美国真系要搞嘅咧，我就睇唔到搞啲咩咯。同埋咁好多人因为 control 喺香港嘛，啲人有人讲过话一秒刮。人民幣都得噶，因為我哋 control 噶嘛。係啊，咁有啲人就話啊，好似即係喺即係上一手嘅特首啊，我哋試過一個金融風暴嘅，我哋財爺啊，咁嗰時我哋嘅仲係以前嗰個曾財爺咁出手話即係救翻個市嘅嚇，咁啊就嗰時咧就即係有大鱷嚟咧就拋空我哋嘅呢個港元啦嚇，咁我哋財爺就即刻出手咁啊。等即系买翻足嘅嗰个港元啦，咁但系大家知道就系话个 money supply 同埋嗰样嘢
啊、都在我哋香港政府嗰度，系，所以根本就系、是、如果嗰个大鳄嚟咧就好蠢啦，因为个鱼塘咧实在太细啦，冇错，吓、啊、细到咧细到即系话我哋可以一夜就搞掂，我以我香港嘅即系嗰个嗰个储备咧，就一夜就可以搞掂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唔使咁担心，美国真系可以洗还手啊，即系嚟我搞我哋嘅联系汇率啊，咁啊大家记住就话我哋系我哋一厢情愿去勾住人哋啫，唔系人哋、嗯、人哋。有咩條款啊？咩嘅制約啊？我要跟住佢。同埋對方亦冇俾數你㗎嚇。冇錯冇錯，完全冇數嘅啫。我哋冇數。係以前因為我哋即係我哋香港要即係話保持個經濟或者保持個貨幣嘅穩定咧，係想先。制定一套咁嘅即係聯繫匯率出嚟，咁啊以安定，因為我哋出口啊，因為我哋好多嘢，我哋可以，唉，又係講翻我哋小學嗰時嘅課本啦嚇，我哋係外向型嘅經濟，我以為你由漁港開始講添，冇咁遠，係一個外向型嘅經濟嚇，咁所以我哋係好多嘢咧靠外邊咧輸入出嚟香港嘅，咁所以我哋嘅貨幣要穩定嚇，要 keep 住一個水平咧，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穩定嘅出口啊，或者穩定嘅入口。好嘅一個咁嘅，因為其實是一個即係中間人嚟嘅。冇錯，因為個貨幣嘅問題啊。係啦係啦，所以我哋要 keep 住呢個貨幣嘅穩定。所以有咁嘅聯繫匯率嘅一個制度，大家唔使擔心嚇。咁又話咩衝擊啊，又咩啊咁樣。咁雖然咧，金管局咧而家咧就即係有幾次嘅即係入市啦嚇，咁啊承接美元嘅沽盤。吓咁啊，总累积嘅即系注资咧，就有19.91亿嘅港元摆咗落去呢个联系会入边啦。哦，好少啫，好少啫，好少。咁呢个迪士尼啊，唔系呢个海洋公园都擘大口都要100几亿啦。唔系咯，就百几亿啦。其实亿咧，而家系即系好细好细嘅，好少啫。哇，而家系少啦，系啦，好少。咁所以嚟讲咧，虽然而家累积咗自四月底嚟讲咧，咁啊即系累积咗有千几亿啦。系啊，注資咗啦，咁但系我哋放心，我哋香港仲有一個好健全嘅一個咁嘅，即係一個儲備。系咁、啊、所以嚟搞我哋咧，咁佢就即係自己自討沒罪嘅，七傷拳嚟噶嚇，自討沒罪嘅啫，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嚇。咁、亦都亦都有咁啊，好啦，講完香港啦，咁啊講啊即係有位朋友問我喎。佢話佢咧就最近咧就聽到我介即係之前嘅即係節目介紹就隻中心國際981嚇，咁啊而家咧就哇連升咗好多日咯嚇，因為佢就熱炒咧就中心國際咧就 A 股上市係嚇，咁啊所以就有咁一個咁嘅即係一個前景嘅一個咁啊。警方嚇咁啊話咧就2004年咧就喺上當年咧就香港上市就係2.69，哇！咁而家咧噔噔噔噔都升咗10几蚊啦嚇，咁啊即係而家去到咧破頂去到44.5添，係嚇咁啊會唔會問我會唔會仲有機會升落去？即係破咗頂仲會唔會繼續升？係啦，咁啊我話咧咁啊既然破咗頂咁就。冇高追啦，咁啊上網嘅空間亦都唔係太大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係而家今日咧就收報咗41.25，哇 ，OK， 嚇咁咧即係十日前嘅高位咧就44.5啦，係，咁咧就最低咧其實呢個月咧就最低啦，去過就18.22。系，咁你谂下，18.22升到去44.5咧，咁啊升好多啦，升咗好多噶啦，接近两倍啊！吓，咁啊，所以而家仲问我有冇上网空间？咁我话就算有，都唔系多啦。咪不如调翻转问下佢有冇货喺手先啦。咁啊，我谂不如话系啦，好似金比讲得啱啊。如果有货嘅，减持啦。系啦，你有货喺手，你唔好买有啲先啦。系啦，咁因为大家都即系大家听到我讲，即系一年都升咗几日啦。即系呢个股市，咁啊作为一个。即係個小嘅調整咧，咁我覺得又正常嘅，正常嘅，我諗又唔係咩嘅嚇。咁所以如果有貨嘅，都係減持先啦，等下一個下一個浪再嚟玩過啦。咁所以大家都唔使太急嚇。咁而家個市況咧，因為受到疫情嘅即係嗰個影響啦，我諗真係即係要睇定啲咯。咁啊，唔好太急啦。嗱，講起股票啦，咁啊，即係如果喺呢個咁嘅狀態咧，無論疫情啦，或者嚇真係又話制裁嗰啲啦，仲可唔可以有一啲可以適度地玩一下咧？
有咁啊，当然有嘅。咁啊，呢有两只，我今日带两只过嚟啦。咁一只就系紫金矿业，哦，紫金矿业、啊、之前都介绍过啦，介绍过噶啦，2899。咁啊，点解会介绍咗佢咧？因为而家即系疫情啦，咁啊，避险资金应该都会重金属嘅类型咧，都会比较受追捧嘅。咁虽然今日跌咗少少，跌咗3.6%，嗯，啊，报4.75，4.75，系啦，咁但系即系都有一个上网空间，大家可以5%-10%可以玩下嘅，系 ，OK，啊，第二只咧，第二只咧就系一个国美零售，国美零售，今日亦都跌咗3.8%啦，系，咁啊收报1.24，嗯，啊，咁亦都系因为国美嘅，我觉得佢全即系国内嘅消费，我谂系会比较稳健嘅，嗯，即系同香港我谂是两码事咯，系咁国喺国内嘅，而家都系佢覆盖港嘅喺国内，系啊系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5%-10%，冇错，咁大家可以玩一下啦，嗯，冇错，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最后一 part 咯，吓最后一 part， 咁啊今日就系有位讲感情，系咁有位女士问我就13891389，咁联络嘅情况就系咁嘅，咁啊联络佢咧有个男朋友仔啦吓，系，但亦都有位男同事咧熱烈咁追求佢喎，咁啊呢位男同事咧就各樣嘅條件啊，各樣嘢啊比而家嗰個男朋友好啲嘅，咁啊所以有啲心、嗯、有啲心動啦，咁啊問我點樣啊，點抉擇啊，咁我話咧第一有兩個問題咧要考慮啦，第一就係即係你如果嗰舊感情咧，以我睇見嗰個1389呢個數字咧都有段時間咯，起碼3-5-7年喎，係啊，即係唔分就分嗰啲啊，係啊。拍咗3-4年拖噶啦，咁啊，所以即系话你会唔会觉得可惜咧？如果真系抛低段旧嘅感情吓，咁啊新嘅感情咧系嗰个感觉系强烈嘅，浪花系好靓嘅，哇，好一片咁洒埋嚟咧，当然梗会冲昏你嘅头脑啦，当然系好咩啦吓，咁但系旧嘅，我觉得亦都要珍惜咯吓，咁啊，首你话条件好唔好嘅，咁两个抉择啦，咁最紧要。是佢肯唔肯使钱喺身上嘅，系冇错。佢有几好嘅条件都冇用噶，系关你餐蛋字嘅，系啊，唔关餐蛋字。最紧系咪肯使钱喺身上啫，系冇错。啊，咁你咪做啲啊实验咯。系啦，例如好简单啫，同佢哋两个 both 建议。你买栋楼俾我，咁我咪咩咯？啊，呢、這个绝对啦，呢、這个绝对最容易测试嘅。咪咯，讲咩都唔系送粒钻石。最均真系啊，冇错，系啦，其他讲其他嘢都钻呢、這个咩啊？无论有几真，送粒钻石最真啊嘛，最均真，最均真啊，系啦系啦，咁所以都系做下咁嘅测试先啦、如果呢个测试通过嘅，你先考虑啦。咁但系睇个数字咧，我觉得又好似麻麻地啦吓，咁所以你自己叫佢自己认真咁考虑下啦。好，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我哋下集再倾讲。好，拜拜。如果各位对节目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 email 至 kdoormaster@163.com kdoormaster@163.com， 多谢各位支持。